2020年藏历铁鼠新年来临之际，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藏语广播和中国西藏网，向海内外藏族同胞送上藏历新年的祝福。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藏语广播和中国西藏网，向海内外藏族同胞致以藏历铁鼠新年的祝福。2019年，我们与伟大的时代同行，每个家庭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收获，每个人也有了新的感悟和成长。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奋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我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社会积极行动，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一定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周遍诸方所，身心病苦者，愿比因无福得乐如大海。美好的生活需要我们倍加珍惜，要常怀慈悲之心，善待生命，珍惜拥有，不负韶华，勇猛精进，积福增慧，为世界贡献更多的光明与温暖。我祈祷并祝愿世界和平，社会和谐，祖国繁荣，人民安康，六道众生离苦得乐。扎西德勒。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